哎，今天我要做开包的就是，零零蛋糕。哎，今天在网上订了 game， 我们去看今天订的 game 是什么样的。哎，这个就是今天我买的战利品，就是一个蛋糕，还有一个罐装的。下我们回家再拆开。买他的蛋糕，这个是有四种口味的甜品下午茶。蛋糕它有四种口味，这边有四种口味呢。这个是他们的特色，就是叫 DFCC， 就是啊黑色魔鬼。然后这个呢就是 Red Velvet， 是啊上面是放啊 cheese 的。然后这个是他们啊用古拉马拉加做的，然后这个是啊 Peanut Bacon， 这个是用花生做的一个啊蛋糕，嗯。
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。在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，在你右边再画个龙。在你胸口上比划一个郭富城，左边右边摇摇头，两个食指就像穿天猴，指向闪耀的灯球。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。在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，在你右。